欢迎阿六。大家晚安，晚上好。好。我叫阿亮，独立的人。在这个随着秋叶时分的风里面与大家相见。好，那我就今天带来一些歌曲，都是我们做的歌了。那也会唱一些别人的歌曲，这样。是因为大家带来第一首。我们自己做的一首歌，因为我自己有组一个乐团这样，然后在这首歌在七年前，对了，七年前，2005年的时候，那个在屏东的一个鼓楼的合体，我们在那边做了一首歌这样，那天的月亮很亮，叫有月晕，就老人家不会讲月晕，当地的老人家不太会讲这么多。专有名词的东西，所以就叫它月亮的乳晕这样子。那我觉得他说看到这个会有大事情这样，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不知道，我觉得这传说很有趣，所以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就叫月亮的乳晕。待会我们唱的一些歌会再慢慢介绍我身旁的左右护法，为大家带来第一首月亮的乳晕。也许吧，但是我们还是举杯吧，歌唱。哦哦哦哦
掌声欢迎东海岸最高的男高音。是我的名字来上来唱歌，但是我还是带了我几位朋友们一起来同乐这样，对啊，不好意思了，因为今天我的喉咙有点慵懒，对，请大家多包涵这样。我先介绍一下我右手边的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外。哎呦，对。好了，戴天讲完话了。大家好，这位帅哥，跟你们讲啦，哎，我的帅，在我的哎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少华，我叫苏啦。喂，苏啦，苏啦。谢谢。我觉得发音要标准一点，是苏啦，不是苏。他叫老外这样。好，那。我们今天带来这些歌曲啊，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是从外地来的嘛，那我想，我们就不多说了，我们用歌曲让你们来听听看我们这边的一些声音，这样，那可能用心去感受，会知道我们想要唱的是什么这样。而我们第二首歌，哎呦喂，唱这首歌真的是有点，会有点感动，哎，就是。没有啦，献给我爸爸的歌啦。但这个歌名很简单，就是哦老爸，就是哦老爸。因为我爸有的时候很喜欢喝的一些精神性饮料，然后会非常亢奋的那种，会自己讲笑话自己笑。那到了，因为他年纪越来越大，那儿子女儿都长大了。那有时候看他这样慢慢一点点的少喝多一点的日子是越来越紧凑了，越来越频繁。写这首歌就是要希望他不要喝，不要跟那些饮料那么相亲相爱了，希望暂时分开一下，对啊，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他的健康。我在讲什么？今天反正就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健康下去了，因为我有些很多歌曲是跟他学的。然后，对，它是阿妹组的歌，就是主要是这个意思，这样。希望老爸你不要，喝太多，好好保持健康。以后我要向你学东西，大概是这样。带来阿妹组的哈，它叫做《哦老爸》。
来。我昨晚梦马虎虎，一刹那暗的你能不？今天状况很多，不好意思了。要翻译刚刚的歌吗？应该不用了哦，因为前面有大概讲了讲。欢迎大家去买我们的 CD 来听了，那我们 CD 已经出了，欢迎大家去各大槟榔摊去买，会送赖达一支。哎呦，不是各大西药房。啊，不好接话呢。哎，我没讲。哎呀，没有了。我们这首歌它真的啦，就是写给老爸的。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自己很敬重的长辈。对我来讲，那个长辈就是我老爸。对呀，啊，曾经小学的时候，为了杀猪没有请假，他就直接从教室把我领走了去杀猪这样。我帮忙抓猪的脚不会抓就被踢了，因为不能在我终于学到一件事，不能在动物的屁股后面，你不能站在后面，它会习惯性会踢，有没有这经验？我不晓得呢，就是被踢这样，然后就是那一整天就是这样就内伤了，后来隔天又连续请假了，对啊，然后很有趣的一个经验，对吧、啊？